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与自孤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棋坛的一位悍将啊，唐伟昕，这个他的独到的一个自孤的这个方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这盘棋是在第八届应试杯啊半决赛第三盘啊，这个对阵十月的一局啊，唐伟昕执黑棋。现在呢，轮白棋下，那么白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把这两个棋局提通了以后啊，全局可以说白棋是非常的厚啊，非常的厚。那么现在呢，白棋准备瞄着这个黑棋的这个扳断啊，准备把这个扳断。那么呢，直接断的话呢，或许还时机呢还不是太成熟啊，白棋呢，所以他先在这里做一些准备工作，哎，他先靠，啊，先靠。一般来说啊，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呢，白棋后是有目共睹的，那么黑棋呢，时时刻刻的小心啊。这个一扳断，一般来说，这个子如果被扳断啊，白棋这里没有毛病的话，这个实在是太大了啊，太危险了。那么在这里，一般的棋手来说呢，或许会选择呢，哎，那么就冷静的退一个啊，尽量呢，不给这个白棋啊，有什么借用啊？就是你再搬的话，这里白棋没什么太多子帮忙呢，我就呢再逃跑啊，这样呢，少给白棋借用啊。但是唐伟昕呢，他认为呢，不可怕啊，不可怕，或者说浑然当作没有看见啊，没有看见啊，依然啊正常的搬。那么白棋搬啊，这个继续寻求这个借用。对此呢，黑棋依然是不依不饶的啊，取地。这手当张也可以啊，这手当张也可以。不过黑棋吃来挡住啊，对实地可以说也是极为的这个敏感啊。这个不知道他是觉得形势所迫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呢，浑然当做这个断点没看见。继续呢，在这该捞的实地啊，就捞。白棋退啊，白棋很显然啊，这里是醉翁之意呢，不在酒啊，肯定是在乎这个断点啊。这里想通过啊棋子啊留下一些很借用。黑棋当然也知道白棋的想法啊，不过呢，接下来这步啊也是让人非常的吃惊啊，明知道对方想借用，但是呢毫不在乎啊，他不但现在是不是说粘在这吃，甚至于现在可以粘在这里吃了啊，那么你这个拐呢，我可以连扳。白棋呢只有这两个先手啊，但黑棋啊嫌吃的还不够大，继续跳啊，这个确实是有点让人这个吃惊啊，吃惊。浑然不顾自己的弱点啊，那么白棋就冲断啊。十月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著名的这个场均一条龙啊，力量呢是巨大的啊，力量是巨大的啊，这杀棋是有一套的。那么面对这么啊强劲的对手，这个唐伟昕啊依然面不改色啊，能捞的就全捞。白棋显然是越来这个是越厚了啊，越来越厚了。黑棋那么所得啊看上去也并不多。那么这下子白棋开始扳断，这一下子顿时多了一排啊，这里呢还有个先手借用。这个一般来说，就是说，黑棋这么下实在是，这个是招法有点让人吃惊啊。
但是虽然你十月是产菌一条龙啊，我们这个，但是谭伟星啊也是我们奇谭著名的啊，俗称呢奇谭不好搅啊，这个后半盘功夫啊，这个出众啊出众，而且就是很多地方这个感觉啊独特啊独特。那么斑呢，黑棋断啊，白棋贴了以后啊。到了这个程度，普通人来看一看，这个白棋实在这里来一排，这里中间拔了两个，这全是一片汪洋啊。那么这个棋呢，黑棋就是完全就是说看不到眼位。白棋我们就是说起来实在是太厚了啊，实在是太厚。那么如果说啊，就是正常棋手的这个思路的话，就是那么尽量啊，这个压缩一下这个白棋的空啊，或者说是哎，看看能不能消一消啊。那么你跳的话呢，那我再争取压啊，尽量的往里压缩。不过这样的话呢，应该这个都被这个白棋围起来的，白棋可以现在这定型啊，就是都围起来的话呢，这个肯定还是黑棋实地啊明显不够啊，因为你刚才玩了命的捞了这个很有限是吧，这个都是二路啊，围的空很少啊，这样呢是不够。那么如果再顽强一点的话啊，那我就这样不够，再多进去一路怎么样啊，我再多进去一路啊。白棋这里呢，它是可以先手定型啊，这个是白棋的权利。那么白棋可能就把这个定完型以后啊，可能即使白棋退一步这样吃啊，这样吃的话呢，只要能吃掉啊这两个子啊，那么这边呢顺势自然而然也就围起来了啊。其实你这个地方由于我这个打吃是先手啊，你这个地方的联络、啊、也很有问题啊，也很有问题。这样来说呢，还是啊应该是白棋啊明显优势的一盘棋。那么在这里谭伟星啊给我们展示了这个他这个与众不同啊，或者独到的这个感觉的这个一面啊，独到的感觉一面。眼睁睁的看着白棋这么多子，但他似乎认为没有关系啊，并没有觉得这个黑棋薄啊，甚至呢他还一直瞄着白棋的弱点啊，这种独到的感觉呢确实是啊，就是一般棋手啊是没有的，也是啊他能够屹立在这个中国棋坛或者说世界棋坛上啊取得好成绩啊，一定呢是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现在黑棋下一步啊，有点让这个啊我们十月啊有点很生气了，跳这个啊，在白棋空中啊闲庭信步啊，一点都不着急。这个确实是一般人啊真的是没有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那么这个破空啊，或者说这么自估啊，真的有把握吗？那么白棋啊先拐一下啊，这个也是好手。黑棋退啊，黑棋呢宁愿给你这个先手，他呢也不愿意给你这个先手。啊，因为如果粘在这呢，白棋搬这个是先手，那么黑棋退，这时候白棋做准备工作，先挖啊，这个是也是呢，这个把这个棋啊走后，或者黑棋吃，你这力不好啊，力的话他这个挡还是先手，那么白棋走掉。啊都走掉打吃啊，这个也是先手，
这个白棋啊还有好多先手借用啊，这个地方你这里本身联络啊或许还有点问题，现在既然在做这个，你这个犹如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啊，你还闲庭信步的来一下，这个真的是让十月啊可能是无视我的力量是吧，这个很生气啊。那么白棋当然罩住啊，这个说实话看起来实在是有点这个似乎看不到这个黑棋的这个活路似的，完全看不到，因为这个空里面做两个眼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呢，下让子棋可能还有可能，但是面对力量超大的这个十月，这个真是一般人呢不敢想象。但是唐伟新他觉得哎真的是一点都没觉得危险啊，一点都没觉得危险。那么他先飞一下啊，先飞一下。哎。白棋当然跳啊。然后啊下一步黑棋又是非常非常冷静，甚至于来说非常厚实的一小尖。哎。这一下子这个我想十月顿时啊这个身上呢开始啊后背要开始出冷汗了。这个事情完全不是啊眼睛表面上所见到的我们视觉的那样啊，视觉感觉是白棋我啊，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啊白棋啊逐渐啊黑棋这个这么冷静的一步一步来的话呢，白棋的毛病啊反而呢逐渐露出来了，摆出来是容易啊，就是啊看起来是容易啊，但是在当初啊我们想象着在这种局面这个或者说在这捞空之前就能够看到啊这个白棋这个大块的弱点，这个呢确实是非常人所能及啊，常人所能及，这个是确实是唐伟新啊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强项。哎先跳是吧，你走他飞一下，那么这一小尖白棋发现呢现在呢不对劲，人不对劲。普通的想法是挡住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可以靠啊，黑棋可以靠，有了这个小尖黑棋可以靠了。你这样冲的话呢，那么白棋只能弃掉啊，虽然这个有了这个以后啊这个这里啊变成了一个打劫杀啊，打劫杀这样呢变成了一个打劫杀，但是呢黑棋把这个提通了啊，同时呢你这个劫呢对这块棋呢影响不大，影响不大，那么呢这个就是说呢白棋呢不太成功啊，这个被提了呢还是损失太大，而且这里都走了以后这个中间木啊什么都没了，所以白棋呢它这样不行啊。我们顺便摆一下，就如果这个子啊放在这里的话，那白棋呢倒是可以考虑，那显然这个子比这个效率呢就高多了啊，以后一顶啊或者是一张啊把这个整个就全吃进来啊，这个子是等于是不用走的，你冲了我再帮助也来得及，所以直接挡呢是不行的啊，直接挡呢是不行的。那么被这个黑棋这一尖以后，十月呢发现了这个不对啊，不对了，那么呢只能啊想办法呢还寻找别的这个方法啊，别的方法。那么不管如何啊，就是说呢黑棋啊一跳一尖这两步棋在白棋的后势当中
啊，不着急，反而来寻找这个白棋的弱点啊，显得是非常的冷静啊。这个确实是唐伟新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啊，也给我们提起一个提醒，就是在自估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慌，不要张啊。这个呢，只能是要在加强自己的同时呢，哎，仔细的啊，或者说是去寻找对方的弱点啊，利用对方的弱点呢来自估，这样呢才是最佳的这个自估的方法。好，我们回到实战来看一下。那么接十月发现这个不对了啊，如果你去单纯补这个更不行，补这个这个一冲出来啊，再一断，我们突然发现哎，白棋这块棋反而呢很危险，因为你没有外棋，所有的棋都是攻棋，等于是这个基本上呢这个白棋还是不行。所以这时候呢白棋呢十月一看得想点别的办法了。那么在尖的时候呢现在十月先冲啊，想找个迂回之计，迂回之计啊。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啊，如果你靠这个它再冲断的话呢，那么它这个冲就比这个挡呢要好得多，是吧，要好得多。那么所以现在黑棋呢也不能靠这个，那么黑棋继续冲，来反过来有点来冲击白棋的这个弱点。白棋呢虎，这个棋呢事后来看呢可能呢搬一个好一点，当然黑棋呢也有很多这个借用啊，借用黑棋要想这个把这块棋处理好啊还是问题不大啊。那么搬这个的话呢，黑棋现在压啊不着急，这个呢暂时不能用了，因为这个这样打劫的话呢，因为和刚才相比啊，这个地方差别是很大。那么白棋压啊，白棋现在呢有点想收手的味道啊，就说呢我想通过攻击你这块棋，现在我把这里都分断了，顺便先把这里啊全部吃大啊，这样呢就是说想攻击你便宜一下啊，就是说呢再去收控。当然白黑棋这个自估现在啊大家也可以顺便看见越来越成功了，先把这里一打，哎，这块空几乎就是所剩无几了啊，本来一个哎很大的一块空啊所剩无几了。然后呢再一搬，继续这样呢眼位呢基本上就差不多出来了啊，你这里还没太干净，这两个呢还是绝对先手啊，这里还有提的味道，这个黑棋啊可以说呢是暂时自估成功啊，但是呢你离这个棋呢要赢呢可能还是啊暂时有点距离。这时候呢白棋搬，哎，看似呢必然的一招啊，这样必然我就收刮收刮你嘛，是吧，然后再开始收控，这个看似必然的一招啊，其实呢就是说呢可以说是甚至于来说是本局的最后的败招啊。这个棋呢白棋应该稍微迂回一下，先在这里换几个靠啊，搬，那么再粘上，哎，你走这个呢还有个挤的怪味道啊，暂时也不怕了倒是。然后呢再搬啊，把自己毛病补了以后呢再搬，这样的话呢通过收刮啊，你虽然可以活，那么白棋这样的话呢这个棋呢白棋也还不见得输啊，白棋也不见得输，因为毕竟呢比如说你做活了啊，或者不管你怎么做活，那么呢以后白棋可以吃，毕竟把这里啊整个呢还全部呢收入囊中啊，收入囊中，这样呢白棋呢不见得坏啊，这个棋的胜负啊上走。那么这个时候啊，十月主要是还是说
虽然本来想吃你，但发现呢不对劲，吃不着啊。那么转入一个就是攻击的状态啊，就是说攻击一下你便宜啊，这个人呢头脑呢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这个他并没有意识到啊这个自身的风险。所以呢这个斑看似正常啊，是，但是实际上呢出现了这个大问题。而唐伟新在这呢显得啊就比这个诗月要敏感啊，就他我们虽然说是在黑棋在自顾啊，看上去黑棋在自顾，但是似乎啊这个头黑棋的头脑里啊一直并没有自顾的感觉啊，这个从行棋的过程最后来看，黑棋似乎一直在追究着白棋的毛病啊，白棋的毛病，这个真是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当然呢也是以计算啊为这个坚强的后盾。现在当你搬的时候，黑棋并没有啊像普通的连搬做活，而是发现了白棋的毛病，直接就对白棋开始下手了顶。这个凶狠的反击啊，白棋就是说一下子就是很难接受，就是说很困难啊。最普通的是挡，那么现在黑棋可不是做活了，他是要反过来啊要准备吃你了。一个这里有靠，而且这个地方收气这个是绝对不怕，因为我们刚才说过这些气其实都是攻气啊，白棋外气呢并不多，黑棋的外气就太长了啊，黑棋是等于是立于不败之地啊，撑死了白棋就跟黑棋走双活。那么这里一切手段都来不及了啊，这个突然之间啊风向全变了，这个就变成是黑棋要杀白棋啊，这个实在是就是说完全的出人意料和当初啊这个白棋很厚的情况下啊，那么现在你再去靠这些就来不及了，是吧？他就算或者搬一下怎么样，搬可能是搬不到了啊，不就不搬啊，他就那从这里活出来，那这个不行，这个全被跑了啊，这个全被跑了，这样呢肯定是不行。那么白棋也只有愤怒的去打啊，这时候这个黑棋啊毫不手软啊，开始扑。这个也是凶悍的，这个不得了啊！不气，这个就是说本来是这样，是吧？打吃也是张三在走这个，等于扑掉呢，把这一口攻气啊给紧掉。这个就是本来黑棋来说留着一口攻气总是好，是吧？他现在把你这口攻气都给紧掉，就完全是已经是下了决心杀白棋了啊！这个。寥寥数手啊，真是沧海桑田。这个就是说，以为一块，我们甚至于从第一视觉是黑棋必死的棋呢，变成转瞬间黑棋就来啊，必杀白棋了。哎，这个真是啊，这个谭维新凭借自己独到的这个感觉，不但自孤成功啊，还要杀黑杀白棋啊，这个真是惨了，现在来不及了。现在白棋一切都来不及。粘这个可以扳断啊，这个连不回去。那么实战再靠啊，这个都完矣，黑棋还是扳。白棋粘上呢，黑棋就立下啊，黑棋就立下，跑不掉。提他就粘上啊。这个人突然发现这个棋呢白棋就这么这个是被杀了啊，被杀了。那么再看看，当然这个变化呢还是比较复杂，现在白棋冲黑棋吃啊，黑棋还是不能完全松劲啊，因为现在虽然你把它全断开了，但是注意啊，黑棋这个自身这里的野味全没了，一旦被他啊，说不定白棋再委屈他来两个眼活的话，你注意啊，这条大龙还没完全活，这个不能松劲，要小心。T T
皮垫，哎，白棋拖啊，想利用呢这个角扇。这时候黑棋如果松个劲啊，这个里有眼了，那么这一帮注意啊，这个啊这个地方呢，白棋呢还是有眼，有种种先手，从此这里啊都有先手，这个黑棋还不能说呢成功。那么黑棋搬，这里计算呢很准确啊，准确。白棋点，这个呢其实交换这一些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一路挡的先手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为了这个先手。那么有了这个先手呢，就可以断进去了啊，也可以断进去。把你呢给断开了啊，断开。不过这个当然啊，看上去这个目数呢也很损。现在呢，黑棋在吃，你走呢啊，这个那这边的味道全损干净了。啊，这里没有先手借用了，这个气就变少了啊。当初黑棋这扑一下意图呢，也是啊，就好处呢就体现出来了，多紧了白棋一气啊。这时候呢，黑棋在顶。由于你这里也损了很多目啊，我是可以让你是可以活的啊。因为当初想想当初啊，我们遥想一下当初，这你是可以让你活的啊。我顶一下，如果你做活，那么呢？我呢就很轻松的啊，做活啊，打吃了再一活，什么都跑了，这个真的是颗粒无收白棋。那么愤怒的一拐，但是呢这个气就不对了啊，封不住了。没有这两个呢，本来还可以帮住，但是有了这两个帮不住了啊。那么再一长呢，黑棋一爬啊，这个白棋对杀，气都不够啊。那么下到这呢，这个十月呢也就认输了，搬都不能搬，搬被一断啊，只能退。这个再一收气的话，这个白棋不行。那么下到这里呢，十月呢也就是认输了啊，也只有呢认输了。这盘棋啊，可以说唐伟昕啊，这充分发挥了啊自己这个独特的啊，可以说独特的这个棋感，独特的这个棋感。但明知道有个断点啊，而且白棋好像外围似乎很厚的情况下，依然当白棋来借用的时候啊，面不改色心不跳啊，哪怕没多少目也全都给你捞掉啊。当被对方断开的时候啊，这个是黑棋不慌不忙啊，冷静的一跳一尖啊，在自顾的同时啊，就是说呢，瞄着白棋的这个弱点啊，白棋的弱点。一旦白棋一个疏忽啊，立马就是露出獠牙，这个是一顶反咬一口啊，把这个结果呢，通过这个成功的自顾啊，反而把白棋给吃掉了啊，可以说这个是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这个精彩啊，这个独到的感觉确实是一般人呢是没有的，可以说呢，甚至啊，这个是有利啊，而且这盘棋呢也很关键啊，这是应次杯半决赛的第三局最终局啊，结果呢唐伟昕凭借着这个漂亮的这个自顾啊，获得了胜利，也闯进了决赛啊。众所周知，在决赛中呢，以3-2啊险胜这个朴廷桓啊，还获得了这个冠军啊。这个那么呢，黑棋的这一跳一尖，可以说对唐伟昕取得应试杯啊，这个功不可没啊。那么这个冷静的自顾的方法啊，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就是说，在对方很强的情况下呢，不要慌张逃路啊，要寻找对方的弱点，这样呢，对自顾呢才是最大的这个帮助。好的，那么本期的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